早上的对，早上先生你好嘛，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天尼图比法古斯亚尼，我今年23岁，我上个月58厘米，我体重60公斤，我读完读中学毕业，我身为狗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一个女细女1岁，我以前做过工人喺社区10年，真工真 OK。洗衫、冻衫、买餸、煮餸、扫地、抹地。当小姑林仔10岁，女仔13岁，林仔16岁，婆婆68岁。当阿公70岁，当尿病，当每日过旧仔。我识煮中国生活字，整鱼、整鸡、整皮瓜、炒菜、炒饭、炒面、薄中薄糖。喺我老板屋企有7个人，先生、太太、小朋友、婆婆当阿公。我唔劲教。我识煮猪肉，但系我唔识猪肉。我想做嘢喺香港要搵多啲钱，俾我自己同俾小朋友当屋企人。我喺孟先生太太请我啦，我要做好好勤力做嘢，留石同埋听先生太太讲话。多谢先生，多谢太太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